社交网站 Facebook 近日开始封存一段名为《橡筋火龙果》的短片，片内事主尝试以双手用力撕开火龙果中胶状的纤维，但是都不成功。记者去到网上报称在香港深水埗的地址，当生果档档主了解有关的事之后，表示火龙果都是从越南来货，一向都没有问题，更加即场揭开了一个以示清白。全新明星网多伦多微信号经已推出，快啲订阅 subscribe 啦！